不少人喜欢吃肠粉，不过一般的分量并不多，民众常觉得吃不过瘾。而在芦洲市场就有一间专卖肠粉的小店，分量不但是一般店家的两倍，还特别用了石磨磨米，让肠粉吃起来更为 Q 弹。还没走进店里，就可以看到门口摆了一个石磨。这间肠粉专卖店业者坚持以石磨来磨米，虽然要花比较多的时间，但是却能让肠粉吃起来更 Q 弹。石磨的好处就是说，它不像一般机器打磨豆机，它打出来速度很快，但是它那个浆就会发热。你比如说我们一样一公斤的米，它可能磨出来可能五分钟就磨好了，那我们石磨可能要十几二十分钟，要它两倍的时间，但是它磨出来速度是慢的，它的浆就不会发热，而且它慢，它慢工出细活，它出来米浆就非常的细致，你吃到那个皮就不会觉得松松散散，它是有 Q 度的，对，然后米香味是非常重的，喜欢吃米食的这种的吃起来的口感，它就真的有米香味，不会像外面的会感觉好像是粉泡的一样。原本开在三重的肠粉专卖店，近期迁移到芦洲的市场内，不少忠实的老顾客依然跑到芦洲来吃，因为无论是肠粉、馅料还是酱料，都深受客人的喜爱。口感很 Q， 然后它的食材很新鲜，像他们的手剥虾仁都还蛮好吃的，然后牛肉它这样子蒸一下就起锅，吃起来那个口感也都很嫩。对啊，因为以前在三重那边就经常吃他们家的东西啊，后来就是他们搬到芦洲这边来，还特别问他在哪里，再跑过来吃。无论喜欢吃海鲜还是牛肉，来到这里通通能满足，尤其分量远比一般的肠粉要大上两倍，即使是胃口很好的年轻人来吃也觉得相当有饱足感。他这道是海鲜综合肠粉，里面大概有什么料？里面有鲷鱼片啊、虾仁，然后跟猪肉末，然后还有布拉鱼。因为他的虾子是他每天早上就现剥的，然后就是觉得很新鲜、很鲜甜，对，对。然后他的酱汁也超棒的，吃完一餐就超饱的，超级饱，真的超级饱。然后他还附赠一杯饮料或是味噌汤。超棒的，对，物超所值。这个是我们的招牌牛虾双拼，它是用我们特选的大白虾，每天都是手工自己剥的，然后有去肠里，然后再加上美国牛五花，它那个油脂非常的香，对，然后我们的分量啊，我们的吃起来的口感跟我们的酱料都是独门酱料，跟外面的那种酱油味绝对不一样，然后绝对会让人吃的有饱足感，像一般人家肠粉大概只有我们的一半。对，我们的肠粉的是特制 的那个盘子，它的 size 大概是人家的两倍。还在寻找好吃的肠粉吗？吃腻一般的米饭面食吗？下次有机会不妨尝试看看这里的肠粉，多元的口味，充足的分量，相信会是不错的选择。记者方建凯、林景瑜、芦洲采访报道。